上一期我们讲了安装 ImmortalTurt，我们来讲如果给它安装 Password 二，相比较 Password 功能更强大，且支持多种代理协议。进入 ImmortalTurt 后台，安装这几个包。 下载 Password 二，安装刚才下载的 Password 二的 i p k 有点久。这里安装后，刷新下页面。 看到 Password 两页面，这的、个、协议包可以自己再装，比如 Hysteria。SS 用的类型，这里我加了一个订阅，点击手动订阅，设置规则，代理这选择节点。 还没有启动，启动了，测下速度，看下日志，为 OpenAI 选择美国节点分流。 也可以自己创建规则，填入域名，为规则选择节点，保存，演示下代理效果，建一个 HTTP 代理。 HTTP 监听端口随便写一个，设置为一万一千零八十一，保存后看这状态为绿色启动。建立一个浏览器代理来测试，打开需要科学的网站，比如 V2X。再来看下分流效果。 这里我们添加了 Cloud 的两个域名，测试下效果。如果不是美国 IP，这里会提示区域不可用。